记者庄佩仪台北报道，林濑遥与坂口健太郎领衔主演新片《今夜》，在浪漫剧场与乃相遇中，把各个电影的经典桥段巧妙地融合在剧情当中，让影迷直呼本片就是一封献给电影的情书。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场面，莫过就是男女主角隔住玻璃的安全之吻戏码。该场面就是向1950年金井正知道来日再相逢的致敬，除刚好符合恋人之间想触碰却无法触碰的设定，也营造出非常纯真而美妙的一幕。日前来台的坂口表示，隔住玻璃接吻的戏特别令我脸红心跳，描绘出两人一同跨越无法碰触的高墙，一起活下去的样貌。而林濑遥虽也将这场安全之吻视为拍片最有趣的回忆之一，但却调皮的他却笑说，北村一辉先生的笑容更让我印象深刻，丝毫不把男主角看在眼里。该片已在台上映。林濑遥与坂口健太郎的玻璃之吻浪漫爆表。彩昌提供。